这可怎么办啊？出门人家两个小不点儿，不过还好，他俩技能全交了。我们先 A 兵。我们先 A 兵抢二，这样压力不会太大。一下一过来 AQ。我去啊，这波看看武器大师在哪里打野，找一找他。好，武器红没打。回来吃馅经验。Q 一下，这盖伦根本就不跟我打呀，他拿俩人头以后他就开始猥琐。我们就一直推啊，他没办法去支援这一波，跟我来来。W 一手点炎 ，Q 一下 ，E 一下 ，E 回来死了，硬打呀这红啊！而且红还被我们家黄人给拿了，啊 ，beautiful。科技与我的关系比较复杂，卡个眼儿的。外圈 W。好怂啊这盖伦，一点血不让耗啊，也不打。哎，算了，怂就怂吧，无所谓，反正他优势也不是我优势，跟我和平发育我还开心呢。扣一下，哎，一下一过来拉起W。如果他敢上来跟我们打，说明旁边一定有人，知道吧？小心点，打不溜。我决定这波我回家。先来个这个，再来个这个，把这几个都卖了，我们再出个药。工具总会属于钱包最后的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们线儿不推啊。嗯，就能控多少线就控多少线，因为我们推线拿不到优势，这盖伦根本不跟我打，逼他丢兵。等待会带来丰厚的奖赏。不要去 A 去，就补最后一下，每一个兵补最后一刀。
has been slain. 他怎么玩，我们无所谓吧。就补最后一刀就行了。不溜，去右边查眼，别让武器干渴了啊！他什么时候打，我们就跟他什么时候打，他不打就算了。他还亏钱，他还买针眼，一个针眼亏100。我们就补最后一刀，而且他没带传送，我们现在是优势。嗯，就慢慢跟他玩。青钢影点爆破，我是个鬼才，你很菜，所以你说什么，嗯，都是合理的。换掉了，但是我要跟你说，青钢影点爆破没有问题，嗯，不过这波我们赚了，兵线是推进去的，嗯，没事，这个小兵推进塔了。马上10分30秒，给我个皮孩。哎，这盖伦为什么活得那么快啊？我怎么活得比他慢啊？因为我后死的啊！对对对对对。控线。不推，我真是不知道这人怂成这个样子要是干嘛。先把他打废啊！哎，别着急呀、啊！那黄子急什么呀？你都把他打废了，还打那尬里奥也是可以的呀，对不对？哎，这有什么好急的呀？嗯，这个一枚一招，
拜拜，回家出山下。我吃了他两层塔皮，他吃了我一层塔皮，我们这边还小赚啊。死了，点赞。这盖伦上来拿了两个人头，我们前期010，他200，出门比我多一把长剑一把短剑700块钱，不跟我打，就从头到尾，我不知道他在干嘛。我们一个青钢影前期是比较弱的啊，其实是只能说是耗一耗血，我还三线没出来的时候比较弱。三线没出来的时候不打，三线出来的时候开始打了，不行了啊。我现在三项出来完事以后，一脚踢的半管，他开始，哎，找我打来了。踢一脚 ，Q 一下，一下一过来 ，A， 拉起接 ，A Q。一下一过来点圆 Q， 再 A 一下，上高地，走了，武器红刷了，我先 Q 他一下，一下一过来一接拉起。抠一下，再抠一下，平 A。今天不是你的幸运日。扫一下，没有眼儿把红打了，有眼儿就算了。走，不打了。你得先看。哎，假装走了，其实没走啊。给我打个红，救救！你他娘的，给你了，算了，拉倒吧。九头蛇够不够出？2950。把这卖了呢，刚好。先来个九头蛇，蓝不够用哎。你打完红还想要蓝？你要个屁！你还要蓝？跟我俩搁这要蓝 buff， 舔个大脸，不给，凭本事拿。全都要了，你还都给你了。
给你美坏了。哎呀，狂妄了，兄弟们，狂妄了，狂妄了。这盖伦搁塔下站着不动弹，我寻思我踹他一脚吧，踹的时候这小子突然之间，哎。又动了，这就比较的烦，下回不得了。打他们来个水银还上当了，这属于这么无敌的英雄，猴哥每次玩数据都一般。本来挺想回你的，但是算了吧，回你也没啥意义。野的我一身气，拉倒吧。真无话可说，那你说我还能说啥？人家塔下一站，前十五分钟跟我连跟我碰面都没碰过面，完事说我数据不行，那你说我还能咋说？那没办法了。